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首都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士绅。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1300万红卫兵。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铺天盖地席卷而来。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和8月召开的党的8届11中全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时，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会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的。会议期间，由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汇报。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也就是516通知。通知宣布撤销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及2月提纲，并逐条批判了2月提纲，称提纲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通知对党内国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量，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彻底批判文化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会议正式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5月18日，林彪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狂热地宣扬毛泽东个人的天才，说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大讲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事例，制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杀气腾腾地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搞政变的人要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这篇讲话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重大步骤。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发动。在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康生派他的老婆曹逸欧到北京大学向哲学系聂元子等人透露了516通知的精神，并多次煽动他们起来造反。5月25日下午，聂元子等7人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一些什么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贴出之后，立即遭到了大多数师生和干部的强烈反对，上千张反击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当天晚上，
周恩来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指示，强调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严肃地批评了聂元子等人。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聂元子等人的大字报底稿送给了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6月1日晚上，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子等人的大字报，还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断言北大的共产党是假共产党，号召群众起来造反。经毛泽东批准，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了人民日报的权。第二天发表了由陈伯达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着又连续发表社论，把516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从此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不久，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原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就成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垮的第一个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北京的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纷纷起来造反，许多学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随后波及到全国。为了扭转日益发展的混乱局面，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北京市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许多省市党委也相继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6月18日，北京大学爆发了618事件。当天上午，聂元子等人趁北大工作组开会之际，揪动了党政干部、教授、专家等所谓的黑帮分子，出现了违法乱纪的现象。北大工作组制止了这种过火的行为，随后写了情况简报第9号向北京市委和党中央汇报。刘少奇在简报上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简报由中央发到全国。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对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毛泽东说，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江青等到北大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支持对工作组进行批判。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读了关于撤销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来到会场，受到全场人欢呼。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刘少奇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8届11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全会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之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等院校师生代表。毛泽东主持会议，全会把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聂元子等7人的大字报、林彪的518讲话印发给与会代表。8月5日，毛泽东突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原稿是毛泽东用铅笔写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明显是针对刘少奇的。这张大字报既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很快遍及全国，炮打中央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浪潮滚滚而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及16条，其中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重要调整，刘少奇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提到第二位。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和邓小平总书记的职务不再提起，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会议选举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使开展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地发展起来。